我发现我的频道里面有一个怪现象，就是只要我发炸鸡的影片啊，大家直接嗨起来，我就问你们在嗨什么。那我今天总共选了5间连锁的炸鸡店来评比一下，我们评比一下哈。超脆的冠军咖喱炸鸡，简称咖喱鸡鸡，对吗？一个 double 咖喱的概念啊，吃久了我发现他们好像带有一点奶香味，哎，好奇怪哦，怎么有奶香味啊？我是不是把秘方说出来了？骗你的啦。